好白啊，是怎样啊？都是看不到啊，什么都看不到啊。去广州啊。那个餐厅的前面。玩着球球，这个有 donut 用的吗？啊？比较近。
这个那么大的卡车，坐哪里去？不知道。坐到红线而已，而且现在是13/8，在五站而已，上面就红线而已。嗯。也可以开始带了。要带了。怕太冷。我觉得到十再带就好了。坐这么高级的缆车，软软的皮椅耶，不知道可以撑多久。嗯，会坏掉，应该很容易被刮到吧？对啊，尤其是前面吧。我知道拿板子的，抽抽抽。他把板子不知道是放外面，我好像有给他。那外面的那个叉确实可以叉个两个。现在的设计好像就是两大四小，两大四小没有兼用、嗯，有大洞跟小洞。有好大是怎样？而且这边的线，我也怀疑是斜线，是真假？对啊，他们没想到他们三个默默就下车，这上面不好玩是不是？应该是他们程度还不够。会吗？我们这里也有拿棒棒，没有滑到很厉害的，也是拿个棒棒。我不是说要带了。11，好了。虽然我们没有到很厉害。我觉得我们超过50%厉害的人，不过是在这里，在白马可能我们有没有到50%我不知道。白马一堆奇怪的，厉害，专门挖馒头的。嗯，那种我们都不行了。哦，完了，下雪我不喜欢。那我而且我们的篝火会很湿，也没办法。篝火带起来就小起雾，毛毛。手上都没起雾，很舒服。现在就已经就要看不清楚了，然后还要起雾。用风吹，冷归冷，帮忙把雾去掉。我们好像是都坐在一边，造成了这个缆车歪掉。雪滑很烦，你的背包上都是雪，因为你背包上有一个平台。好无声哦。
有吓到吗？不是，我正要讲，就是那个看不清楚，所以波度抓不清楚。嗯，像我刚就不知道哪波度是怎样。嗯，往右站，结果就倒了。看不清楚，有点不优。太雾了。看不清楚波度。对不起，呼呼，推了一堆过来。对啊，好，走。走去哪？对，因为湿的时候。
叫他们请前进。哦，那地方是老师带的，都要再做一下。只能这么放，太奢侈了。车太大了。要拿掉。我帮你拍一张。哦，好。我正拿出手机之前，还要先刷一刷。对对，还有哦，好，还有一点点。手指觉得湿。大吗？好吧，都是血啊。站起来前进，抖一抖。哦，那你那个镜头上一坨血。你的镜头上也全都是啊。哦，你也摸一摸。用手套割。哎呦，按了多少度？现在人家车上不太好。对，车上下大雪。下车再拍啊！哎呦，出太阳了。哎呀。接下来下次就去华轩那边吧。另外一台逃跑的花园的评分是太平，还是太平啊？太平，花园太平不行。也很多，但是太平，他也没有办法创造出他的坡度。花园太平，重复三次。花园就是太平，而且他的黑线没有人家那么多。哦，这个上面都是。我血流那么快啊，那就那什么过去啊，不是一样啊，滑了我要滑往那边滑不就好了，你不是要那一台吗？嗯，对啊，那不就 滑右边就好了，你刚往左就往右就好了。对，我想嗯你还要再做一次，不过你很舒适。然后看那个你问一下那一道那一道好像粉粉，左边好像没人刮。这不是刚我下来的路哦、喔。哎、欸，这是刚下来的路啊。好像是哦、喔。是啊。它有这么短吗？有这么长吗？我觉得我没下。看到一块冰条。对啊，在你头的头上面啊。日滴水。来。哦。大晴啊，拍一张。前是蓝天嘞、欸，什么鬼啊？可能是蓝天，没有是蓝天，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们每天要结束的时候，都会有蓝天跑出来蹭一下。已经要结束了吗？接近结束了。哎、欸，不对啊，我说，我是说这个要多滑几次，然后接着才去吃下午茶。那现在觉得这个不大行。没有了，没有要吃了，太饱了。是哈、哦。那这样就要回皮罗夫去了呢。诶、欸、滑滑什么、等等，不对啊，那天赋罗天赋罗定不到三位。天赋罗子他跑进去扫雪，他把雪扫出来。对啊，天赋罗进去怎么办？刚滑的雪道变清楚了，应该很好滑，是舒服的。嗯，好了，勉强。是舒度服的话，雪跑了，没雪了，不管它是不是。纳闷纳闷纳闷，瞬息万变啊！现在满身雪又没了。这是个 blue birthday。
这里有一条黑线。十二就那个。对，应该很跳。我今天很不行哎、欸，我今天都会摔倒。那红线上的粉也蛮厚的、啊，大概5公分。嗯，哎呦，风景好清楚。哎、欸啊，你要停车在哪？红线啊？那停车在哪？没有看到。红线在看不到。那在右边哈。那边，偏、后面。没有，要下车了，不要带。这次应该不起雾吧？天气可以多滑几下，这里是，好像没办法，那太绿了。我想起来后半段不行，但上半段还可以。哦哦，没见过石头。它在瀑上面的，它那个棒棒好长哦，接两倍。哼，瀑什么车顶啊？不是车顶，是那个站顶。完全不一样，现在终于什么都看啊！哦，因为滑起来会喷血。
有去做，但是这可能是要喝咖啡的时候。我在犹豫要不要去调一下我的娃娃。我在外面等你吗？好啊，这里可能就比较多人，不是你好上的地方。好什么？先看看哪里，不知道。
交毒手，对。哎，那就离开了。坐这个大的商品。对啊。啊，我忘记关了哎、欸。啊，你刚刚为什么没关？你没关。啊，那算了。那你需要先故意给它断掉一下吗？不用啊，我会知道。你会知道？我会喵喵。你怎么知道？万一看到你的那个怎么办？不可能。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地头上。那这里竟然有真相？嗯，没发现。哎，没有发现。先亮一下，又阴一下，又亮一下，又阴一下。出去外面穿哦。嗯。这好挤。こっちに来られたら全然卡住我的脚，所以我不想去。
最近マダラ関係も結構人気出てて。事務所行けば帰ってくれるって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ですね。それもあるけど、あ、はい、ちょっと部屋を向いてほしい。会社手続きがめっちゃ面倒くさい。それを私上面上は読みやつを取っで、中抜けってことですか今。あ、そこを両手を入れようか。夜勤入ってきて、朝終わって、はい、今日なんもないちょっと眠いけど、昼間滑れる時間あ本当すごいです。毎日毎日ずっと仕事しながらですから。会社員の割には結構滑れる環境があるから。ちょっとゾンゾンゾン。眠気さえ我慢する。そうです断然滑れてる。気数値が不一樣。ちょっと早めに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寝て夜勤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なんか違う気数。昼の1時から働いて、はい、あ次の日の朝8時まで2日分働いてから、はい、その日の夜はもう何もない。あ、うん、毎晩行くわけじゃなくて。あ、そうなんですね、うん、結構調子いいんですよ。もう結構調子良さそうです。午前中も滑れるし、うん、カップ接客みたいな感じ。施設管理、うん、建物壊れたら直したり、はい、で、何もなきゃ待機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か。やばいっすね。会社員だと月頑張って10日とかですよね。週末だけ。週末だけです。ディガーなんて安いでしょ。安っ。あ、でも他のところに比べたら高いです。ここ。時給なの。時給です。で年々50円アップで。スタートが1000円。うん。でも200円上がってるってこと、うん、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1200円永遠と上がっていくの。そうみたいです。マジで、はい、やば、限度ある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ですね。やめ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そうですね。7年目のゆういちさんとかどうなってるのか自分すげえ気になるんですよね。あの平田のゆういちさん、あの平田のゆういちの方やばいな。小川のゆうさん社員です。20円アップって、まあまあいいよね。まあまあいいですよね。結構でかいですね。1ヶ月通して1万円アップみたいな、うん、しかも結構出れる。そうなんですよ。他の地域に比べて、他のところに比べて出れますね。やっぱジブ系少ないから掘り出しもないもん。它是 gate 哎、欸，它是两点要关。哪一个？那边 gate。
为了要滑过，其实两年前滑过，但是最后滑不到，不想滑。这么生气？对啊，不要滑没关系吧？你不会觉得遗憾吧？又没滑过啊，可是没滑过。两年前滑过了，就我什么都不记得。真的，真的不去。提到过山顶还没去哈，好吧，现在天气看起来比较好，赶快。对啊，我就说，我就是看到了，跟你讲说，我们提拉夫山顶没有去。放软这个这样滑就可以腰出力啊，就看到我在滑了，我是滚的，你感觉是在滚，然后不知道是那个这样子，双手朝前，双脚朝前，然后不知道是左右滚还是怎样，这样子咕噜咕噜，还是稍微前后这样咕噜咕噜，总是转着转着就一个脚再踏一下，就踏着。后面看不到了，好可惜呀、啊。然后再做一个。要拍一张照吗？只是这样对着太阳，我对旁边一点。对，这好，还是拍一张好了。然后为什么？因为之前在花园的时候没有照，现在坐在这里就拍。山体，但也看不是很清楚。Yeah.
试官考过以后，那我根本就没什么乱讲。真的、啊，刚刚在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壳很好掰。哦，有很好穿，有比较好穿。我还是平常放在车上太冷，穿上去一直好难穿。嗯，有人在山上哎、欸，我看到他横着滑。有一个黑点在动，你有看到吗？有一个黑点在动。有啊，它的速度大概有100吧。什么东西？50，照这个速度大概有100吧，八十吧。它冲到哪里去啊？它可以一直横切啊。它冲到哪里去？下得来吗？还有路？这里都可以下，这里都可以下。它冲哪里去？冲哪里都 OK 啊。它高一冲哪里就冲哪里啊。你要回得了家、啊、那边那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滑过的轨迹、嗯、看了就安心、嗯、有前人的路、嗯哦、你很想滑哦，你去滑啦，你再去滑我今天摔很惨，那个我旁边我慢慢走、啊、没有，我要滑那，你好像很想滑旁边那个壁，壁没有啊，我现在比较想滑的是那个红色的舒服窝，我可以开始在专注在练习上。你有觉得你的三阳切用来滑红线感觉超舒服吗？三阳切，我是用三阳切滑红线吗？你开始有一点了，就是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侧杀这种滑法，轻轻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三阳切不是全用钢鞭卡在山上滑？对啊，那你卡的力道只出10%的话，它就会有刹车力。或者是说进缆车前，你看我进缆车前的方法就是稍微侧刹，然后可以正对着那个门，然后带一点超能进去。我怕我撞到，我突然之前都有点卡到，我就不敢了。对啊，现在我要慢慢的。我也慢慢的、啊，我很是缓缓的停在那边。太阳又被遮住了，哎呦，还是看不到阳光。不过还是晴天呢。对。晴天，你说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了。嗯。不过那昨天真的是天气算最好的，虽然雪，我觉得雪是所有天滑的最差的。但是太硬了，太硬了。哎，这就是。哎，不对啊，我还有滑什么？我也觉得很差，滴滴叫。你说北海道的吗？对、嗯、这次没有吗？这次没有吗？那应该还是我的 family 的印象。一月的最可怕的是 family 有点硬，上面有点硬。然后我还撞山壁，然后倒回来，然后撞到痛。哦，撞山壁，我就觉得你撞山壁就跟我上次在花园撞山壁可能很像。没有，但是我那是硬。对，就是硬的。我以为那边硬的可以反头吐进去，就一吐是硬的，咚，把刺就掉了。撞，那硬撞很痛没？没有啊，上次就是这样。那去坐比罗夫的最高缆车、嗯，如果他有开的话，我还没坐。这个之前呢没有开吗？没有开。那里有一些人站在那里。太阳的周围一圈一亮，彩色没了。这样就到山顶了吧？是，这样就是这是花园最这是花园最高的，然后那个是单人缆车，是比拉夫的。好喂，多坐一个单人缆车，摇摇晃晃。这次滑等到我不摇的时候，来帮你摇。上次的时候我还在摇。
ございます。你要我坐你前面，我坐你后面。你坐前面。
どこってなんて
子哦。他插了一些方方，表示那里有危险。嗯。他放的头朝右，表示人潮走过。哦，真的、哦，我不知道哎。好、哦，那要去哪里？左边直下是花园。啊，不要靠右，靠右那条有一条往右下。等一下，你先走。那边是李罗夫。我跟着去。哇，山顶漂亮呢！帮我拍一张，帮我拍一张，帮我拍一张。这里风好像很小。上面是超冷的。我要什么方向啊？刚不就很好了？是啊。那怎么办？要反过来吗？他心脏也很好。好了，就这样。要不要拍？哦，拍一张，拍一张。刚刚在缆车上拍的。好了，好了。嗯。不错，不错。那边也是比罗夫的站吧？我觉得那个缆车也是比罗夫的站。好，我也很多缆车，很多缆车。哎呀，好吧，嗨嗨。我觉得刚刚上去的是那种腰瘦的，中阶快要变中阶的了，嗯，也都很紧张的，其实很紧张的这样一路刮下来，嗯，对，台湾的，但是其实没有很陡呢，是没有很陡的，他只是坐缆车，我也觉得看起来怕怕，所以看起来他们是不必要的紧张，实际滑还好。好，你说走哪就走哪。哦，真是的。这好像是乱的呢。这个好像就是，我跟你说，一回头就可以下的。哦。下去哦，他们现在是切过去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滑的话，我们最好也是这个一路切过去。要切啊？山羊切啊？往右边切。哎，最简单的切法。慢左脚。有点快呢。一下就滑完了。嗯，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一下缆车回头就可以下来的。然后也是在前面附近，我的板子掉在找板子。哦，是在这里。对，是这个小站。嗯。现在我们切得很轻松啊，取巧的切。去对面山羊站吧。对面。
那一面呢、啊？就冲上去啊！看能多高，你抽空看、啊。完全的做到那个头朝右边，然后反头朝左边，往右切，往上，往这。阿雄不能滑缆车下呢，要下去。往右啊，往右，我们要冲出去了吗？没有，你来这边。冲得到吗？冲得到啊！我坡那边有个坡，那有个坡我觉得我们刚刚不应该走这，我们该走刚刚那里。那这里冲的时候往右切，保留速度。好。
对没那个什么他们没有很厉害的话都谁啊那两个学板的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做的话、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左脚朝前的、嗯、就要起来就往他们站法就是左脚在前面嘛，然后往后顶、嗯、他控制力不够的话他一下去就要摔了所以他们很想两个人自己做哦是哦对啊他们我以为外国人都很厉害没有好不好雪板雪板哪有说一学好就马上就吼很厉害简最厉害是花园的六人座有过几的六人座满满一起一起一整排在那边烤鸡屁股烤屁屁你是鸡哦我不是鸡烤屁屁嗯哎呦喂哎呦那这样是要滑什么嘞我们刚是坐右边那个上去去然后往右下车右转去花园然后这个也坐过了现在已经坐过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缆车都坐过了真的啊，我是搞不清楚的。都做过了，花园也没有漏做，只有漏滑而已，没差。但是我不想冲，我不想爬上坡滑回来。那不然你就从上面滑下来，你再试一次。再做一次我忘记了那里我没有用力推，好像还好哈。如果从这里去花园，有那个冲力是还好。嗯，对啊。这里不算缆车线啦这里是要让那条绿线是要让那些人不要往左边冲因为这里有个断叉这个绿线呢、啊、哦绿色的围的线它不是绿线、哦、绿色的栅栏线这是很快、欸、我觉得这是运速这个车子速度比刚刚那个六人座快、哦、好冲哦冲哦虽然排队排很多其实它时速很快这个对这个是正规水雪道啊、嗯、它冲出来要是有了那个的话就要十字撞了T 字路减速我手在发热嗯刚被冷到了那这样子一下车我看一下我刚刚怎么以为是左边的缆车有开是他后来把它关掉了吗哪个左边？我怎么记得是温度计旁边有一个上山的缆车有开，但是我们也没坐过啊。温度计旁的上山缆车，刚刚我确实看到有另外一台缆车，我们没坐过，没错。对啊，那台没坐过。温度计的上山的。那个啊，我们一下车以后啊，不要切这个黑，一路正规红线走啊。那这条雪道我们滑过。它会一路回到温度计的上面，但是缆车我们没坐过。好，我有点激动，但还是它没有在动了。没有动了。左边左侧没有在动了。左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车。左侧我刚看好像有开。没有，现在没有在动。现在右侧有开。左侧那个好像啊，刚刚我看没开。左侧那个就是 Village。还有更远，还有一个上山的，就是对，那个就是 Village 上去的没开，所以要回比罗夫的人要爬个斜上坡走回来。所以那边已经是别的山了，已经是别的。对啊，是更远的缆车。我们的这个单椅子如果上去，故意一直横切的话，理论上可以切去看看阿努布里，然后再很努力的切回来。嗯，对，理论上是这样。哇，挺的，是挺哎。对啊。刚那个人不知道是勾到线还是是先生按的，真的很好笑，他就冲进，我还想，冲进屋子里，我想说这山顶是要进那个屋子干什么呢？然后想问屋子里有隧道是要进去吗？然后有那个人为什么冲到那个屋子里？他可以回头冲出来啊，就冲出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很无语。这里的粉很多人刮，嗯，这很密，面很大、啊。对啊，就是很安心啊。你要是觉得太陡的话，嗯、你就横切远一点。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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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哎，这个人就是
直接面对那个斜坡。没有在、啊，没有没有，他现在在斜切。他要去哪里？他赶时间的样子。不是赶时间，是走快。没有，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这就好像要上去，是不是？没有，他没有要上去，这是一种，不是 snowboarder 的话，耍帅不就是那个这边很低吗？他说我不是摔倒，我只是在摸底。然后，如果对我们 ski 来讲，又要耍帅，我不是快摔倒，我只是要滑很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是害怕面对山下，我只是想冲很快，但是又不是朝下冲，是横切冲。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可以体会这种心情了。白滑 cos 跟 delta cos。的那个车是到那里而已啊。哎呀哎呀，但是我们没坐过。有有有，我们坐过一次，那是单人缆车，所以这是 V 型，这是 V 型。这个可以拍山头，再拍一张。啊，这里搓很深呢。你不拍好。有人进来。这是 V 型。然后隔壁那个缆车站，那是安努普里。会在哪？打喷嚏啊！你的那个拉的够不够高啊？怎么够不够高？脖围啊。拉不上啊。拉不上。我戴的时候没有把后面的头包起来。那我们故意走最右边那个 cos， 现在有个黄色衣服的人的那一条。那个是比罗布最右边的红线。谁的车？啊？这台到底是谁的车？哎 ，Village 耶。好，这个 cos 我
辅导啊，辅导。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讲，我不会说很害怕说哦哪边就不要去，然后在这样沿着树里面也都可以乱跑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很安全，到处都可以跑。嗯。以及初级山羊站，还有铲平大师。三线我们上去都没开，那时候血不够，现在应该够。再拉拉。两个月前去，哦，对啊，十二月。以后也不要想妄想北海道的十二月。后面也都是开啊。其实真的也不够，是吗？对，也不够啊。十二月，十二月。爆量的雪，每次说有寒流，或者是上最强的，都是一月的事情。都是一月，所以主力就排一月开始。这个红，这是红吗？应该是红，可以自由进入树林的红，也不算树林，这只我们认识的，这只算蓝色线啊，不算。这个凹很粉。然后那个我记得我们路之前路过，那是个餐厅，就说停止营业。是、哦，然后这个也没开。然后那个时候一下这样子冲过来，也是一片粉，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冲到了这里，就要走走过一点，为了要去 village。有，而且吃了很吃。但是那时候很深。对，那个时候雪很粉，我们在花园也要一直推啊，推个半死。而且我们就只去一次，刚是小推，但是上次第一次来是大推，一直挂挂。
个看起来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草，那个灯塔口。好冷哦！看，还好我刚上山
绊倒了。叫了一下。凹凸比较多哎、欸。摔倒了，那里有这么少啊？哦，我想来帮你捡，但是我没刹车，就从你的板子上碾过去。Sorry。哎呦，我动不了。烧到馒头里了。是哦。嗯，怎么办？我现在卡着你的板子。我脚飞也爆刀，是哦，他也被馒头卡到，是哦，对啊，这个会响，哎呦，我现在过不了你的板子，我整个人在你的板子上，没有一起要滑下来了。完蛋了，我脚面开开了。受不了。走完走，我刚刚回去了，这里一个，上面一个。没有。这边有。我脚卡住了呢。脚卡住。我怕我这样一松脚，你板子会滑下去，应该不会。你用放放，没有，我板子不会滑。我有画下阻止装置啊。嗯。对啊。那开始，因为我是整个脸这样动下去。嗯。我可以感到这里都是血。嗯。我有可能默默摔倒了，然后就赶快跑来。而且很重哎、欸。你摔很重。被我撞到。撞到这样子撞下去。嗯。我要帮你拿过去吗？还是我？不用不用，你先站起来。这个很好。
季最大。本季最大，糟糕。你都摔这种啊？对啊，对啊。要我帮你拍一张吗？还是你已经拍掉？上面都是血吗？还好还好，其实就是脸上。对啊，就是这里，我觉得是湿的。还有左边的口罩，左边口罩左边，对对对，那边很多。我整个脸太快被被绊死了。他差一点了，他差一点。他们两个都差一点。对啊。好，继续掉下去。这个人是在把他铲平吗？没有了，这个人很认真的在滑边边。他也冷爆了，他不是？他叫得很奇怪。对啊。对，他很冷。我很久没有管镜头上有没有水或什么。镜头上什么都没有。哦。好。而且现在视线不清了。也没办法在雪上做什么很激烈的那个，因为。而且我刚刚我什么都没看到。有啊，就是一个沟嘛。不是，我是说我在滑的时候没看到。哦。我刚视线好的时候都没看到，现在感觉更不好看了。嗯。好，我赶快逃走。跑出去好了。
七点吗？蹬到很下面。
出不来，那个力道很强。这个人也切很远，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山壁上全都是山羊片？很多、哦。如果啦，如果是新手，新中手，然后想说我来挑战看看，然后看到这边很陡，他就只能一直往前切，一直切，一直切，因为不敢往下下。啊、但是我觉得对 snowboard 他们就是在往团队的方向去就好，那我们就是一定要走往右切，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走，但走完就是最可怕，就是什么问题都发生，就是闯关的问题。Thank you.
都被跳跳的。对，那个正中间的，那个，那过去还是这里。这里的。这里再拍，我也帮你拍嘛，好不好？
快点，我这个它快不见了。快点快点，它快消失了。灰色的东西翘起来，那是什么东西啊？哈，灰色的东西翘起来，哦，是鹿哎，没事，不要理我。我这样看，我看成了，我看成了它是 3D 的东西，就它是鹿。这个是我们是 base 吗？上坡那条路啊 ，base 旁边那条路。我想说。为什么我看到一个很像？我那一瞬间也看成你银色铁道，然后往上飞，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是宇宙长是吗？就飞走了。Yep.
站前面有点夸张。不会啊，那你觉得我做有点夸张吗？啊，那你拍一下我这样子，你拍一张我这样子的角度 的照片，我看。这个挺夸张的。我觉得很夸张。正的哦，你要拍正的哦。我后面有个电线杆当中。太前面了吧？你的想象是哪条？不，你才稍微往前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真的？你的手有多前面？你的头有多前面？你的头跟膝盖跟脚连在一起，这样而已呢。很前面呢、欸。没有很前面。要很前，要很前，要这样子前面吧？对对对，这样是好的。你太前面。这样是高手的 pose。你以为太前面，其实这样子才正常。对啊，我平常都这样。对啊，所以那样子会不稳啊。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稳。这样，这样，滑滑蛋。两只手变很奇怪，我恐龙手。恐龙手吗？你开始练习，故意是这样。要吗？有觉得比较好滑吗？是、哦，反而觉得的确好像鞋子太松了。反而觉得鞋子太松。对啊，前后再补滑一补滑一，这次鞋子太松。啊，继续滑。这是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同一条啊。同一条吗？这是旁边的那一条。撞到那个蓝绿色的人，是啊，因为我在前面，我在那边绕我，然后他靠我很近，大概跟我差不到十公分。
饭的那一家吗？澡堂，这都是红木馆。对啊。洗的是这个在侧边的，然后拍一张哦，这是温泉的老人。